ナイス。はい。ナイス。这是不是？是不是是不是 bug 啊？我在开场前就打到他了、欸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日盼夜盼的篮球终于正式推出了。那个宝哥，我最近换了设备，声音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到不习惯。但我相信慢慢的就会习惯的。那就不要把话题扯太远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乱斗篮球这个模式呢。我打从消息一推出就一直期待到今天。上次的挑战赛体验下来也觉得相当欢乐啊，但实际的感受可能还需要一些游戏经验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边玩边解开大家对于乱斗篮球的一些疑问哦，像是什么能不能射进自己的篮筐啊，或是能不能不用超级技能就射进三分球啊等等的。这些就让我来试啊，大家直接有结果就不用赌上自己杯数去尝试了。我们四个大家比较普遍会打的650杯的场次，选个口水罐，我个人觉得打控场跟牵制会有不错的效果。那就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吧。开打开打，我的这个牵制我觉得很可以啊。莫提斯拿球，我觉得莫提斯也是有机会秀打这个。哇，没进！哎、欸，这个瞄准真的有点难哎、欸。虽然说有时候感觉来的时候啊，他要开秀了吗？开秀了吗？哇，好帅！哇，好帅哦，各位！不要这样，莫提斯踢球了啦，打篮球啊，好帅哦！这靠进球，那配件开起来直接刷一下、闪一下再进球。哇，对面也好帅哦，这法林克直接三分球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我做不好事、欸，我要换脚了吗？没关系，我有莫提斯是不是？我这个闪，哇，好帅哦，带球上篮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你来我往，一人一球，哎哎嘿嘿，有了，我们的牵制有效了。我觉得选项是艾米啊，或是这种斯威克啊，斯威克其实不太好了，老实说，他的爆发力不够，虽然说牵制跟控场是够的。完了，我倒了，可以吗？还要再秀？啊，没，被放倒了。我觉得像是有位移技的啊，还是有那种扇形输出啊，还是可能坦克吧，对，都会是不错的选择。控场的也很强啊，像是吉恩啊之类的，应该会也不错。格尔可以推 ，BB 可能就控场不够强势，像我这个斯威克一样，应该属于同一个等级的，只有一次没。哇，这个塔我打不掉哎、欸。我来帮队友吧，我来倒，没事，倒吧。哦，完了，莫提斯也倒了。防守，防守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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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防守也是不错的。哇，这法兰克，哇，对面都靠一个法兰克在打哎、欸，这个坦克真的很强哎、欸，强势啊，坦克脚那个，坦克的天下现在。完了完了，莫迪斯这么秀，我们要输了吗？最后十秒，球给我，球给我，让我来完美的压秒进球，可以吗？我你 ，nice！ 那人和路人，接下来要测试那个啊，我自己比较好奇的，像是没有超级技能能不能射进三分球，或者是能不能射进自己的篮筐啊？这个我比较好奇。但是大家可能不想输嘛，所以说我可以来测试一下。我会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这个防守，对面没办法进攻。我两个队友打了，但他们进攻不了。我的牵制很强，来三分球。哭啊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不，哎，他帮我尝试了，可以耶。他没有用超级技能射球，也是可以得到三分的。这个我自己玩起来也是觉得啊，下面好像比较好进球。你看，我觉得下面是比较好瞄准的，但他刚刚是没有超级技能也可以射进哎，可以哦。这个可能需要就是那个篮筐往下移动的时候，
才有办法，我觉得啦。这模式真的很好玩。哎，我的牵制好强哦，大家尽量选一些可以控场的。其实我觉得斯威克是可以，但是控场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。可以选一些像是格尔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我觉得就还不错。多半就是这样啊，我觉得现在玩了一个几场嘛，目前现在玩下来大概是三场左右吧，两三场。哎，我觉得选角可以往一些控场或者是位移技比较明显的角色。哎，没进，我觉得会不错。队友加油，队友加油！哎，这个丢得很美，这丢得很美，机会来了，进球。Nice！ 哎，这是不是？这是不是 bug 啊？我在开场前就打到他了，哎。哦，不用超级技能可以进哦。接下来识别的，这模式真的是坦克也很强啊，像是 Primo 啊这些蛮强势的。地图太小了啦，他们好硬哦，看直接强硬的进球，哎，而且被弹进去了。没关系，但这把应该是稳了吧？我想防守一下，我想防守一波，我们试一下，如果射进自己的篮筐会怎么样啊？我想尝试，但又不想害别人输，哎，就是那种我想射进去，但不想要有孩子那种。哦，可不可以拿到球？可以拿到球吗？剩十秒，快把球给我啊！走开！可以，我拿到了，三二。哇，果然不能。好的，我自己等等还会再继续玩啦，毕竟没有长时间的玩，没办法整理出那个新手常犯的错误。我自己现在就是新手，但我们先来做个结尾吧。确定的是，无法投进自己的篮筐，没有超级技能，大力的投篮也能投进三分球。但其实整体玩下来是欢乐的，我觉得跟足球比起来，多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。所以得分会比足球来得开心啊。选角上，我觉得想得分的可以选一些坦克或是刺客啊，莫提斯啊、使徒啊，还是里昂。刚刚有碰到一些打得还不错的。如果你想打辅助的话，可以选控场效果比较强的，吉恩啊、格尔啊，或者是艾米啊，都非常优秀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那么大家对于这一次的乱斗篮球又有什么看法呢？赶快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